龙啊，你免惊啦，较紧一下。拄则我有替你做一道肾上腺素啦，应该会当暂时稳定状况啦。啊，我的车就在附近，我送你病哈。怪，人应该是落伫个遮啊，哪会拢无看啦？哎，遐有一个床垫呢，应该也是拄啊好落伫个遐，所以无代志啊。敢会遮尔拄啊好？唔管啦，即马上重要就是赶紧找到江道成的尸体，还佮恁阿公平安无代志，咱佮去伊边找。那是你啊，你哦。现在已经没生命危险了，好在我给你做一堂肾上腺素啦，你才能经过病院，让病院替你解毒。嗯，你跟江道成两辈为奸，敢不是你拢斗好势？我若是无死，就让你来救我，来得到我对你的信任嘛。我真正是好心好雷针呢。我若真正跟阮客伯交结了，我就点点徛在边仔看你死就好啊，那就救你啦。哎，该安怎讲啊？你嘛救我一命啦，我会答谢你，我会给你一笔钱来表示我对你的感谢。唔咩，我袂使吃干吼，遐尔欠钱。安怎？嫌少你无稀罕提是吗？对。我就是嫌少，过去哦，我是几落十亿、几落百亿在周转的，啊，你的一条命，敢抵袂过半个五山集团？安怎？肯加半个五山集团给我无？你唔肯嘛？啊，咱就摕一挂人生来甲我做感谢，我袂善吃噶哦，需要摕一笔钱。哼，无爱就太啦。我啥想拢无。过去你要对付我，要对付万新民，你拢会闹人去斗三工啊！现在这边就干阿你甲万新民两个人，你敢知影安尼真危险？你是这条命无想要挃啊？想要死啊，也无一定的。我就是啊，准备无是要让任何人知影我去找伊算账，因为伊人今天要过夜节。他们都会反对，凡事又会走来阻止，所以我不知道偷偷的去做，不敢说出去。现在知道跟圣灵做亲人有多艰苦啊，王亚杰哦，他们那的人凡事都要讲道理啦，要用正当的方式去解决，结果呢，就是信贷哦，被关进去啦，啊也不知道过多久哦，才因为罪情不足被放出来。那照我的看法啦，咱就要甲过去同款啦，话怕就怕啦，无需要法律哦替咱讨公道，公道咱家己讨就好啊，安尼毋是更加爽快？想公道一定要用粗残的方式，才会当保护家己啊！我相信啊，得凭一人的头壳，也佮阮大家团结打拼，嘛是同款会当正正当当的做人。嘛会当得到幸福美满啊！我听你咧唱歌咧，好佳哉哦！我已经甲你离缘啦。啊，若无哦，逐工听恁母家，听恁家的人咧念经哦，我人也袂死哦，三分七魄就飞了了。凤仔啊，这敢拢真正是你真心话啊？你家己一个人孤孤单单。无亲无情，无人关心的生活，敢真正参照你所想安尼，用搁较侪钱就会当弥补的哦。你快乐的时阵哦，无人替你欢喜；你郁卒的时阵，
无人来甲你安慰。像这款的人生，过了什么意义啊？我要过什么款的人生哦？已经轮袂甲你来管了。我嘛无想要甲你管啦。我刚才是好心甲你苦劝的，敢怎讲啊？你过去嘛做过我的某，对阮母家嘛有真大的贡献，我苦劝你，赶紧甲江道成、卫青改善，重新做人。虽然陈文尧无要认你，也毋过。伊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，我相信你的行为若有所改变，你同款是有机会会当得到天伦之乐。你安尼讲几步，我看你嘛会有甲差不多啊，啊，电梯嘛得要做完啊。我即马就来问护士，你啥物时阵会当出院？会记哩，医药费要家己拿。竟然去中到这个老妖头的诡计，哼！伊知影吼，我急要找阮查某囝，骗我甲沈明吼，两个走去新加坡了。阿姨吼，就开始伫后壁啊，作风作影。这一切拢发生啊，伤紧啊！为信贷方陷害，是台视分的凶手开始。到消息泄露出去，五三集团股价就跌了，马上就有人大笔资金买五三集团股票。万一江德先生，咱这边嘛，只有你有法度啊，马上把吴山的股权分落掉。只是当初啊，咱大家拢唔知道，所以无法度提防啊。嘛想袂到江德成这个老妖头，伊会这样心怀手软，竟然会利用蝴蝶这条性命，想要把吴山集团摕到手。哼，伊完全无带念这个蝴蝶，我为着伊啊做哈济代志，就安尼一死两命。你讲到真正什么要求，大家拢做会出来。哼，伊若是有淡薄良心嘛，当初就袂牺牲哦，无个性命哦来转生啦。毒蛇搁较毒啊，嘛无比伊较毒啦。大爷，我已经查清楚，是向南虎山集团的股票全部扫了。结果呢？是大家拢料想袂到的人。是阮新明，啊！都我去中到江道成的暗算啦。伊伫我身躯做个旁毒，迄当阵吼，我强要无命，啊是饭菜下搞救的。武当诶，你着爱确定呢？那饭菜下伊是甲你救，还是害你啊？坦白讲，我嘛唔敢相信伊会搞救。我想到彭彩霞，当初为着要得到阮母家财产，对阮阿公各种凌辱，也讲，伊想要挖空阮五山集团的名声。到今嘛，我想也是足紧的，也想袂到，只介阮阿公会当平安无代志，竟然是伊救的。顶下有啥物好奇怪啦？哎呀，把我哄做大仙啦，对我的话吼，拢听个足招魂的啦。我讲啥就做啥。我叫伊爱做善事，积阴德。这个查某人啊，虽然自私啦，但是吼，足惊死的。为了铺家你后路，看你倒遐，伊都嘛救你。啊，讲来讲去吼，讲到底吼，这查某人吼，嘛在咧牵加了。我原本嘛是有想要通知伊人啦，啊，想讲啊，甲大家先见一下面的，啊，咱做伙来去找江道成，吼，啊，是讲结果伫咧半路去撞到万新民。伊甲我讲哦，伊会当甲江道成叫出来甲我见面，我就想讲，我就食到这个火了，我活了有够啊，就摕我这条老命甲伊赔，直接甲伊带去阎罗王遐报道。又果是万新民，张三阿公，你哪安尼讲啊？拄则我已经查过啊，收购恁五山集团股票的人，就是万新民。我之前就看伊伫外口乱乱说咧，我唔知影伊是安怎阁走出来啊。今日就知影万新明为了王爷出来后，就赶紧甲伊妈妈、甲张会官去了王爷了解状况。了王爷迄边讲，经过专家医生评估，万新明的精神状况已经和我差不多啊，所以就会出院啊。
我当着伊的时阵哦，唔感觉伊阁真正常啊，还是讲哦，感觉起来伊甲进前敢若无啥共款啊。安尼我著真正看无啥有安尼。原本想讲恁五星太阳创空，古蝶王害死，恁五三集团的股票跌跌落，咱拢确定啊，这100%是江道成伊咧创空的。想讲即马香港阁走一个万新民出来，有哪办法要收恁五三集团的股票？什么状况我了解啥无啥有呢？我咧想吼，伊背后一定有人啦。安尼这人到底是啥？啊，阁有，伊到底是徛伫咱这边，还是徛伫江道成那边？啊，无论伊到底是虾米人啦，伊若毋是帮助江道成的人哦，就是咱的朋友啊。奶奶啊，总裁啊，我拜托你啦，赶紧哦，救我脱离苦海啦！无你是安怎？紧起来啦，安尼足歹看啦，来去互误会讲，咱俩有啥物关系伫个？紧起来！好喏。你若不答应我，我就歪起来。啊，我，好来，你起来，你看，恁你别来边讲，起来。张财呀。嗯，我知。我拄啊吼，为五三集团等来，我知影你叫老吴董的代志啊。是啊。我就发觉阮客伯哦，好亲像要做歹代志，我就对伊后壁去看，结果真正让我发现哦，伊要害母费哦。停！我知影哦，你拢有甲我话听入去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人心善变啦。我即马来甲你斗三工，另外你看到江道成迄边的好处较侪，啊，你就倒迄边去，啊，我是要安怎落？无可能啦！这两天蝴蝶红台时的消息哦，报甲遐尼啊大。一看就知影是阮，是江道成做的。啊，陈东俊甲蝴蝶哦，拢是替伊办代志的人呢。结果下场哦，变到遮尼啊凄惨。总裁啊，我拜托你啦，替我想一下办法嘞。我无想要做第二个蝴蝶啦。干妹，看我讲，你嘛是个客仔囝对？伊连家己的亲查某孙都无要放过啊！啊，我这个客查某囝是算啥啦？搁再讲哦，我嘛真正有听你的话，要改过自新，一心向善啊！拜托你啦，看在我真心悔过的份上哦，指点我一条活路啦。看起来你敢呢真有诚意呢吼，安尼我嘛袂用个见树不救对无？多谢你愿意收留我啦！那呢，我什么时阵去你的公司上班？嗯，我老叫你去我公司上班啊！啊，你都唔是讲？我是讲哦，你既然已经决心哦，站在正义的我这边哦，啊，你就要乖乖听我推荐啦！我保证哦，保你平安无代志。你不爱我去你的公司上班，意思就是爱我留在江道成的身躯边做你的宝贝啊！啊！若是互伊发现，我敢有命通活？哎呦，你就莫遐尼谦虚啊啦！啊，不入虎穴哦，焉得虎子，对不？搁再讲哦，你这乡民多贵哦，一向拢做得真好，敢毋是？啊，毋是安尼啦，啊，我是……你是安怎？假话免讲啦，你只要好好听我的指示哦，就袂出差错。啊，你讲嘛，我倒一届甲你顶头啊。好啦，你安怎讲，我就安怎做。哦，安怎？看起来敢那唔甘愿了？嗯？哦，不，我这边哦，真正是大彻大悟啊！我会乖乖在你的身躯边哦，听你的车劝啊，袂去替迄个江道成为灰三者啊。安尼真好啊！好，那你赶紧回去，听我的通知。哦，多谢先来啦，我先离开。